你在做什么啊？是迪修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浪费纸哦你。掉了。不要啊，要什么？所以你四大万然后过来做什么呢？完了，这边还有。这么好事，都没有蛇，人家走来。哇！走来的时候都没有蛇。幸好没有吃到东西。啊！你要整箱跟我试啊，完了。整盒。整盒，你看那，你看那试的都没有蛇。哎哎。你看那试的有蛇，你看那。是很不开心吧，把纸给他撕到这样发泄，他发泄，对不对？你看他气呼呼的。哦，我这个电话不会是啊，有灯哦。哎，有灯哦。说，嗯，你这人肯定清醒。给我。我是律师，应该帮帮这大舅子。你不用理他，给我。我也不会再理他了。财务公司的钱我秒定了，还了。不是帮我事，拿给我。还可以帮我还呢。你怎么还是这么蠢呢？更蠢了，我最恨那些伸手跟人要钱的人。No more。还这么蠢，却跟还可以借钱。你就会说我蠢。No more。哎呀，偷偷在那边撕。你在哪儿啊？你帮过我吗？是还可以帮我的。那你原来说还可以帮你，你赶紧去吧。你说到哪去了？你是哪的？我不想跟你打架架。我跟你缠斗才几个月，你说我们吵了多少次架？我也很想跟你开开心心的在一起，什么也跟你说的。你要去丢上。哇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强调本地的猪肉可以安全食用，吃猪肉不会受感染。
装满100万元化妆品货柜箱，被人从玉廊货仓盗走。警方2天半破案，逮捕4名嫌犯。熟食中心摆放多多号码机，招揽顾客被网民炮轰，当局下令查清。请继续锁定八频道。心思很重。